一个人裸泳的时光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一个人裸泳的时光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我哭了，这里真的很棒，一个人的时光。游泳池太大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舒服，星星好多。你剪完头发来接我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回林口。就我都不要啊！抓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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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的欲望为什么？抓奸！你要知道外面体感温度有47度，41，不止哦，我现在已经47了。这一集很 free， 非常 free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来，我们今天因为拍摄嘛，就是拍一些厂商的一些业配啊、代言这样子。然后我来的时候，我还问嘉良说：“你可不可以要来台北？你就顺便载我来，然后我拍，你去剪头发，你剪完头发来接我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回林口。”结果我都不要啊。好委屈，好委屈哦，好热哦，超热的，而且我刚停的停车场，走路过来10分钟，有够远，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，对啊，其实10分钟不要，大家不要觉得是公主，这个天气10分钟，这个天气真的太，而且我刚才走的是没有屋檐，你们现在走的，我刚才走那个巷子是完全没有屋檐的。你现在要载我去牵车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老公不见。真的？在。这一整段不剪。口吐芬芳。老公。我现在问他在哪。然后我们直接去找他。对，我现在问他在哪。修着衣领问你为什么不带人过来？盲线中。什么意思？完了！这就是平常不绑他定位。Barbecue 了，他现在真的忙线中哎，好吧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只能先去牵车，然后在车上问他在哪。哇！我说天气真的很可怕。很可怕，这几天都这么热，而且昨天听说体感温度有47度。我看花莲好像有飙到真的是40度。哇！他说他在那个 TED 那边剪头发，我等一下给你那个 TED 的那个地址。好。喂。喂。嗯，老公。你还没有？你刚到是不是？还没有，我现在高速公路上面啊。哦，是啊。要下高速公路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拍完了。啊。嗯。那你现在就先回家吧。哦，是哦，好吧，很热哎，外面。对啊，31度。真的好热哦。早上我们就开一台车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是2、3小时都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刚刚跟你讲要健身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喽。先这样啦。哈哈哈！拜拜。拜拜。说他是一个贱货。我们现在去揪着他的衣领。抓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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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抓奸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好累，好热。Hello。我怎么会来了呢？我为什么？
什么要开两台车，然后我们还要回林口？因为他要剪头发，我要拍摄。你在这里干嘛？他就是不在我，就是不在我。我们很特地的跑来，是因为我们太多疑问了。你为什么不在家呢？不在家。好好解释啊！我是跟你们工作了三个小时吗？是，就可以在家健身了，是吧？不行啊！你可以在另外三个小时去做其他事情，这三个小时可以陪我啊。Oh my gosh！ 好帅啊！你要知道外面体感温度有47度。41。不止哦，我现在已经47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刚才停在那个停车场超远的，我走路到我拍摄的地方走了10几分钟才到。为什么停那么远？我就停不到车位，我想说你可以载我，然后我就可以，你知道，好好的。该不会是频道已经没有素材，就开始停这么快了？是不是我的决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好什么决定选择，就是一起开一台车到台北，大家一起工作完结束，一起回到家，不是很好吗？我们要的就只是一个一起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现在都要省油啊，省电啊，我们当然就是你知道，尽量就是开一台车可以省很多油钱，一整天晒太阳，让我回去卤牛腱，这什么天气卤牛腱？所以唯一能做就是希望我能再卤一个很好吃的东西。他东西好吃不代表你可以在这个天气使唤他。他在家没事做，因为家里我已经打扫好了，所以我给他一个卤牛腱，牛腱已经退冰好了。你打扫好了吗？你对，我打扫好了。我回去了，我手头抹过有灰尘怎么办？你可以去抹马桶看看。不要了，你的尿。还是我先洗马桶，洗完马桶再卤牛腱。不洗手。不洗手，还是把牛腱放在马桶里面卤，卤完再拿出来。哎呦，汽油，哎呦。